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双剑论股，现在大约是下午1:50，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alk Graph 紧急手套。今天股价就大涨，差不多9%，早上的时候超过9%，之前有买到的朋友呢，就恭喜你呀，恭喜你。昨天我的视频就说它的目标价是多少嘛，那时候我就讲说第一个主力线就是这个一块钱，就是它这个套牢盘的主力线。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筹码峰已经是非常接近这个0.965，也就是它下午也就是它早上收盘的时候价钱0.965，已经非常接近了啊，非常接近了。这个也是这个这边的这个灰线蓝线这边的这个筹码主力线已经是非常接近了，非常接近了，非常接近了，讲了三次啊。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它底下这个筹码峰呢，对比这一个呢，还是大很多的。之前如果你有跟我视频的话，如果你一直以来都跟我视频的话，我一直讲筹码峰，那时候你会看到底下的筹码峰呢，是比上面这个呢是小很多的。现在它终于慢慢的长大了，长大掉呢，对比这个呢，已经比这个更大了，看到吗？也就是说它是有机会突破这一个套牢盘的，但是有机会并不代表一定突破，所以我们要的东西就是确认。如果你今之前是没有买到的呀，这个时候你就要看清楚来，如果你要追的话，你最好是确认它突破了这个之后才去买入呀，不然的话等一下它又挣回来你又哭了，等一下又讲被套了，所以我们讲要确认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已经这边买入了，买进了啊，它你看到了，突然间慢下来，然后又开始有红色蜡烛啊，这个就要小心了。之前没有买入的朋友呢，肯定不可以追咯，不买入。以及买入的朋友呢，也要注意了，你是不是要考虑把它套利，然后再等一下有没有机会在这边啊，看到这个支撑盘这边大概是8毛钱9毛钱的时候再买回来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来看一下更大的一个局面，可以看到吗？如果他真的是有能力站上去这一条线，就要突破1块钱，看到吗？这边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看等一下，有吗？没有，看到吗？有吗？套牢盘这边跟这边比是小很多的，看到吗？意思说它有，如果它有机会突破1块钱，那时候你在买入，你就有机会，它就有机会往上冲，不一定会冲，但是有机会往上冲，因为这边的套牢盘是非常小的。如果它能够突破1块钱 ，OK， 我们就继续观察，看一下它会有没有机会突破这个1块钱，也就是我们刚刚开始的目标价。那这边开始目标价1块钱，看下有没有机会突破。突破就守住，没有突破的话，要考虑把它卖出去，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记得你要看回我之前的视频，最好是2个月前就开始看了，就跟的话，那些有跟我的股友呢已经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了呀。如果你之前是没有跟的，记得看回去我的视频 Talk Club 的视频，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 OK， 这个就是我的分享，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就帮我去 share， 帮我去 like， 加入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如果你有赚到钱，你想 sponsor 我，你想请我喝咖啡的话，就 join 我 member， 或者是说去那个Buy Me a Coffee 网站里面请我喝杯咖啡 ，link 呢全部在那个 description 里面有的，谢谢大家。